大家好，我听哥。我常常看啊，我是老爸、啊，然后 MaxGame 啊，他们在做直播的时候都用 OBS 串流，然后还有看到一些游戏的实况组啊，他们呢在不管是直播也好啊，或者是在放影片也好，他们都有一个可以都把电脑的画面印进来的，跟你在做同步，甚至于在玩游戏解说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决定要来进入电竞这个市场。开玩笑啦，只是说。我一直最近在搜寻这个产品，所以我决定呢拍这一集的开箱给大家看，就是我选了一个我个人神秘的黑盒子，没错，我个人觉得不错的。好，那记得我在开箱这个之前呢，再来啊，咚咚咚咚咚。好，那我们三二一开始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已经迅速的把它接好了，看就在这边。这边呢，一条是接电视，就是刚刚那个，然后这个是接我们 Xbox， 这是接电视，这才是接 Xbox， 然后这个是接往电脑，所以其实这样子就非常简单，是很简单。而且啊，你看我真的是太久没有玩电玩了，所以每次呢，只要开机呢，就会在安装中。好，但我更新示意。好，那你今天只要接到电脑上呢，好，它其实呢这边就有一个。他们自己自家的叫 RECENTRL， 他们自己自家的这个程式。嗯，那这个程式呢，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画面呢，安装中 7.3%， 就跟上面一样，屏幕是 7.3%， 对不对？对。比方说它已经先截取进来了。对。那你当然一开始就要设定说，你这个录影的品质是目前是设定最佳、一般加，好，你可以自己选择。嗯。好，这里。好，然后。但有时候有些人直播呢，这边旁边都会有放一个那个自己的视讯框，视讯框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是怎么弄？一样，你在截取模式这里呢，好，现在是 single， 就是选择它一个，那你可以选择那个两个。来，我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 ，B 呢两个，以后为什么两个呢？你看一下，你帮我看一下来源，它两个的意思就是说这里来源一个是截取卡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不截取盒，好，那另外一个是 USB 2.0 的 webcam， 就是。这一颗，我们这颗 webcam， 所以你现在看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已经在这里了。有，对不对？我是不会过去的。但事实上，其实如果有游戏的话呢，你就已经可以开始做了。那你怎么呢？一样很简单，比如说好，我就随便先截取一点点。你看 我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按，在录了吗？已经开始了、啊，这里啊，录影时间啊、欸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信哥，我今天呢来当做一个伪的实况组，就是游戏根本在更新，没错，这就是伪实况组重要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在我左边这一位呢，就是订阅数300,000，他才会露脸的助理，不是只有这样子截取哦，你还是可以透过他做直播。好，他隔壁呢这边其实有一个直播钮，在这里，这里有个直播钮、啊，你看我这个还没关对不对？你看这边有个直播钮，好，那我先把它关闭。啊，你可以看到它也可以直接做串流，然后这边选择你的串流平台、备份品质。啊，你看一下上面这里，我们直接到设定这一个啊，它其实这边呢就可以新增你的 YouTube 的账号哦。对，好，你以后就从这边就可以快速新增。你看，登录就好了。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我买到不错的一个原缸的截取盒，而且非常简单。我相信连 Tim 嫂高爆都会用，他这个电脑白痴，大家知道吗？好，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